帮我卸甲。他多会说笑，好像他家老死人似的。将
燕！要想过去，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好。你的绣花针已经用完了吧？没有绣花针，我一样可以杀了你们。是吗？那就试试看。来吧。怎么，你不敢出来吗？你不是很想杀了我吗？天生，你不要过来，这是一个陷阱，他们的目的不是我，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你不要管我，你赶快走。闭嘴，快走。吴江，你既然不怕死，有胆就出来。什么？等着我回来要你一起陪葬。天生，是我，有埋伏，快撤！走走，快撤，有埋伏！追！追！放心吧。好，撤。
别啰嗦，执行命令。队长，队长，快撤！哎，走。红松，狗日的！开门！在我的手上，还有什么话要说？对你们，我只用手掌说话。我现在就可以砍下你的双臂，你可以试试。还在想那一刀？是的，他已将内力齐聚双臂，已经做好了拼死一击的准备。他就等着我砍下他的双臂，好让他的双手脱出铁铐，这样他就可以用臂骨刺穿我的胸膛。你认为他办得到吗？我还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他说你也不简单。重要的是，这个女妖对我们来说很关键。报告。进来。师团长，请您过去一下。报告。进来。
师团长，连队长，你们辛苦了。我都听土肥原连队长跟我说了，说你们抓住了女妖，这很好嘛，这说明你们很会用脑子呀。啊，现在又有一个新任务要交给你们，而且非常紧急。可是阁下，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这次的任务和你们追捕那几个中国人的任务并不矛盾，请看这个。是鬼魂。对，是他，而且还有一个或者两个人，他们一起杀了我们的一个少尉和五个士兵。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昨天，就在你们布置抓捕女妖的时候。地点嘛，来，就在这儿。这是县城以东20里的莱山。对，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杀了我们的人，而且还将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美国人接走，并且藏了起来。美国人？对，美国人。据军部得到的情报显示，这个美国人从一个日本共产党人的手里得到了一份关系着大日本帝国命运的情报。这都是陆军部和参谋部那帮笨蛋造成的。是什么情报这么重要？啊，这个你们倒没必要知道。你现在要做的是要尽快地找到这个美国人，并且抓住他。嘿，如果他真的在那几个中国人的手里，你就要想办法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可以全部杀掉那几个中国人，但是这个美国人，我要他活着。我必须确保他没有把这份情报告诉别人。嗨嗨。哦，我已经派部队在莱山及附近地区10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并且封锁了所有交通要道。只是咱们没有更多的兵力包围这片地区，所以我认为最有把握的还是你们特别行动队。可是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我军特别行动队山木啊，你怎么可以？这确实是有点大海捞针的意思。不过你们要是能够从这个上面做做文章，我觉得他们现在不会离我们这儿太远。你的手里不是还有个女妖吗？只要你能找到他们的落脚点，我们就一定能找到那个美国人。不错，我相信你的智慧和能力。我一定会完成任务。好，那我就等着你把那个美国人给我带到面前来。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请阁下放心。彻底搜，一间房子都不要错过。嘿，彻底搜，一间房子都不要放过。跟着我，走。有很多鬼子脚步声，
枪械手，踢门手，鬼子开始搜查了。什么都没搜到。你的村长的干活。王军问你呢，你是村长吗？是。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住下，你们的房子院子统统都要征用，请你同意。这太君说了，你的房子，你的院子，通通全没收。可以。太君想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外面去住就行了。是。报告，连队长到了。让他们都给我出去！嘿，你们的，出去！啊，快！快点！好！
贼员。狗日的！长官好，你是个混蛋。先生，听住，你们俩去备马。好，好。你在干什么？
你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人呢？ 宋姑娘，我们用土肥原来交换你了，你马上就安全了。我们现在开始交换吧。 敌众我寡，要以大局为重。宋姑娘，你看着我，你这样做会有更多的同志为你牺牲。 连队长。
跟他们在一起，现在马上过去消灭他们。他们一定在暗处用枪瞄着我们呢，连队长，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难道没有派队伍包围他们吗？我不能这么做，连队长，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请你相信我，他们绝对跑不掉。哼。谢谢。你不要得意，我的剑就悬在你的头上。兄弟们，原地休息一下。小二，哎，我去前面侦查。好，大哥，小心点儿。这里应该就是去安南的方向，他们应该会在附近留下记号。这个方向，指的应该就是去安南的方向。他们果然要去安南，去往他们的根据地。那他们正好钻进石伟小队长的口袋。我们就堵住他们的退路。走，走。
小五刀不错。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说老实话，我保证不杀他们。只要你们说老实话，保证不杀你们。大哥，再让我打碎他们两根骨头，看他们嘴还硬不硬。算了吧。我们走。大哥，大哥，应该杀了他们。杜大哥，八路军不杀俘虏。他不杀，我杀。孙姑娘，你小偷，现在我们要尽快离开这儿，以后再说吧。还是被发现了。离石头峡还有多远？大概20多公里。那是最后可以消灭他们的地方。他们也许知道后面有追兵，但绝对不会知道我们在前面设了埋伏。所以，那是消灭他们最后的机会。来，跟上。风停了，这回耳朵该好使了吧？操我的心干嘛？管好你自己得了。谁操你的心了？我这是为大家着想。到时候小鬼子又追上了，怎么办？你以为小鬼子那边就没有能人呢？哼，有能人也没你能啊！你要是觉得你自己能，就让你那窟窿也别闲着，让我歇会儿。哎，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我夸你呢。
面那条路有个分岔口，左边是石头峡，右边是天石镇。你不想走石头峡？还不确定。可是天石镇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在驻守，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经过那里的消息。是啊，现在这两条路都不好走，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走石头峡。鬼子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设下埋伏。林子太密，我们守卫不能相顾。如果那几个中国人打我们埋伏的话，他们不会这么做。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到达他们的根据地，而不会和我们纠缠去冒被困的危险。还是小心一点的好。那几个中国人，去传我的命令，让后面的人加快速度。我们一定要在石头下包围他们。让后面跟进，加快速度。跟上，快点。营长啊，我们到了。好，天石镇，请进。来，加快速度，快！I'm sorry, I can't walk now. 他说什么？营长，江森说他走不动了，不行了。兄弟，这事儿还得麻烦你。没问题。来，抱起来。来。兄弟，这山路行吗？没问题，他劈青的，背头牛都行。那走吧。吴桥，吴桥，你累吗？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要是他们走石头峡怎么办？他们可能去了天石镇。可哪有我们一个中队啊？没有准备，人再多也没用。我们要立刻赶到天石镇，包围他们。走，走，走，跟上。大哥，怎么了？有情况。一辆汽车，两辆摩托车，是向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的。隐蔽。先生，你没听错吧？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小童，廖大哥，我信你，你肯定不会听错。真让这小子蒙对了。连住！你去跟着他们，看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别暴露。一会儿在这里的巨仙客栈见面。好。镇西仓库，好，换衣服。哎，停！要不要先跟我们的部队取得联系，然后再包围镇子？他们应该停留不会太久，应该已经在路上了。我带人争取在镇中把他们包围，你快去找木村中佐包围镇子。嘿，快！后面的人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八嘎！那边有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哎，来来来，花姑娘，我的女人，你们也敢动？后面的人跟进我，快！嘿，快！
小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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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小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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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小王，你他娘的给我醒醒啊！小王，小王，王晓松同志今年18岁，从他15岁参军开始到现在3年的时间，他从一名听到枪炮声还会吓得尿裤子的半大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坚定勇敢的八路军战士。今天他为了掩护我们所有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王晓松同志是我们的战友，他更是我们所有人永远的兄弟和朋友。我们要记住他。兄弟，我杜大鹏是个粗人，也不会说啥。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会好好跟着大哥一起打鬼子，这个仇一定替你报了。小王，你生前一直想看廖大哥的真面目，廖大哥都没给你看，别怪廖大哥。董和信，走。
解枪。经理，经理，经理。那就等把鬼子赶出中国，俺再去见你了。好啊，好样的！等完成这次任务，一定让你回去见你娘。真的，营长，我保证。发现线索，那个美国人活不了多久了。他们今天下午一定会渡河。黑手队长，嘿，你带着冲锋枪队封锁码头，扣押所有船只，不得放过一船一人。嘿，陆版的高桥新一小队会增援你们。你给我留下几个冲锋枪手。嘿，狗怎么不走了？没等好像在这里消失了。他吃什么东西了吗？没有，别人给的东西他不会吃的。
王营长，王营长，怎么样了？船，船，船怎么了？船都让鬼子给拖走了。去码头，王长，码头上全是鬼子，来不及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小童，带着步龙走。是。相信我们，是王营长。哎，冯姑娘，你给我翻译一下，让他等着，看我砍菜瓜。Bruce, listen me. Yeah. We can make you healed. Okay, okay. 哎，行动。分头行动，第二组跟我来。行动，好。
前面没有路了，是死路，只找到这个。看来我们又上当了。是码头方向，走。在那边，出，冲！
来。真他娘的痛快！砍柴哥，砍柴哥！等你的伤好了，还有更厉害的呢。大鹏 said, "He will show you more powerful after you healed."